离开森林家的时候有哭了。传言，传言，我不知道哪里来传言。没有啊，他没有哭啦。他昨天彩排的时候有差一点哭，因为学姐比较严厉。但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也比较久了，我记忆也不太清楚。哎、欸，你们看我的汗越来越多了吗？大家跟森林联络吗？欸、我们还是讲今天分享。两位先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大哥。离开森林家的时候有哭了，传言，传言，我不知道哪里来传言。没有啊，他没有哭啦，他昨天彩排的时候有差一点哭，因为学姐比较严厉。但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也比较久了，我记忆也不太清楚，这样有点记不太得。我们现在的脑容量非常的低，因为我们都在记待会要讲的台词。对对 对, 對。那光汉有祝你说，哎、欸，主持要加油啊。就是我们在之前有稍微联络一次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有互相的帮彼此打气一下，对对对，就是在这个北影的期间当中，因为他最近也很忙嘛。他最近很忙很忙，我们集中在今天颁奖典礼上。哎，你们看我的汗越来越多了吗？大家跟森林联络吗？欸、我们还是讲今天颁奖典礼。他最常联络的人就是我，他一直在跟我传讯息。在结束之后去哪边放松过气？我已经那个准备，我已经订了民宿在苗栗了。对，已经准备跟找了王玉平一起去。还要打麻将吗？啊？还要打麻将吗？当然是要打麻将的，狂打一波。对对对，吃火锅，然后因为其实最近他也吃的很少啦。对，我们都是像是小鸟一般，我们每次排练的时候，他都看到我吃两个蛋跟一个香蕉，所以我们希望。你是在开黄腔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在开黄腔，两个蛋一个香蕉还好吧？原型食物，原型食物，对对对。所以就结束之后，希望有机会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大吃一顿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。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